我国二月份的零售销售指数延续一月份的1.6%涨幅，同比上扬8.4%。这主要是因为今年的农历新年落在了二月份，因此表现明显比去年同期要好。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在各零售领域方面，表现最好的是食品与酒精类。二月的零售销售指数同比上扬31.4%，超级和霸级市场的零售表现也不俗，销售额也同比增长19.2%。首饰与手表的销售也有所上升，二月同比增长16.8%。受访分析师指出，除了农历新年，旅客增加也有助提高零售销售。We also saw a lot more visitors into Singapore during the long holiday period, and that certainly adds to spending. If anything else, 在餐饮服务方面，二月的零售销售指数同比上扬14.7%，扭转了一月份的5.5%萎缩。所有领域的销售都呈上升趋势，食品供应商和餐馆的表现都呈双位数增长，分别同比上扬39.5%和20.5%。